某位网友做了一支短片，然后就说Model Y 这边要装挡泥板，然后原因是因为它的设计会让石头撞到那边嘛。那我昨天开了16英里的砂石路，等于25公里吧，然后所以以至于我的车子现在变成这样。来看看它有什么损伤。或许石头不多，所以我是没有看到什么很糟的状况，没有啦。对啊，这边没有，只是沙很多，我不想去碰这台车，脏死了。有吗？有很糟吗？我不晓得啊。来看另外一头好了，前车也看一下，前车轮也看一下，应该是没有什么状况啊。来看另外一边，不想看到车牌，所以忍耐一下，看啊 Model Y 啊，多 Model。喂，这边看一下，有没有很糟糕的状况？应该是没有了。有被喷到吗？还好啦。再看前面这边，应该没有怎样。像这种路 ，autopilot 就不能用吗？但是 FSD Beta 就能开这种路。不过这个路这样子，那个 Model 3肯定GG。我今天幸好开 Model Y 来。